神奇啦。但係雖然初前都知係大熱門啦，咁其實都有啲壓力或者有啲期望。我都係盡量平常心啦。一日未過終點，我都唔敢好大期望啲咩啦。咁但係依家終於贏到喺香港嘅第一場，好開心，希望自己可以繼續 keep 住落去啦。好啦，恭喜晒黄宝妮都开斋啦，都伟达都终于开斋啦，攞一场鱼啊，更加天助佢也啦，真系我谂又令到有啲马打啲折扣，咁佢又赚啲咁。呢一场咧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十三号，4920元。集嘅時候啊，咁大家都平排約出嘅。好啦，前面快少少嘅馬咧就係外欄位置好馬威威啊，超音速啦，中間仲有精彩勇士咧，入邊不可擋三排兩倍亦都走埋上去啊。咁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仲有俊先生啦，入邊白魔只電腦七號嚟噶，再入邊嘅馬仲有一隻黃龍飛將啊，哇呢只犀利啊，自己走入邊啊，鋭高嚟噶。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日日型啦，英勇快車啦，紅眼罩走入去啊，紅帽嗰只咧就係黑白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咧就係不可擋啊，住第二位啦，外欄位置超音速啦，中間電腦七號啦，辣德金啦，再喺入邊黑白亦都追上咗少少啊！馬林中間英勇快車上緊嚟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超威力噶。好啦，最後200多米啦，不可擋，仲有一個馬威優勢啊！英勇快車越逼越近，入邊仲有呢只就黑白嚟噶，接近終點啦！夜馬記住呢個名啊，不可擋，黃寶妮好有機會打開勝利之門。英勇快車第二，第三名係俊先生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特別跑法就都冇乜噶啦，都係擺咗喺前面走先啦。咁啊，結果魅力真係不可擋啊！擺咗喺前面走，黃寶妮嚟到香港，咁啊重騎以嚟第一場即刻贏馬啦，可以跑第二名，應用快車第三名，俊先生第四名係精彩勇士啊！好啦，大熱門不可擋，偉達搭住黃寶妮，恭喜曬開齋贏馬啦！跑第二名咧就係應用快車。第三名都甩開比較遠啲㗎啦，俊先生跑個第三、第四名，繼續都係準嘅，精彩勇士。
會集團咁啊，嚟到你喺香港賽騎第三個賽馬啦，就贏得你喺香港第一場馬。見你騎喺過終點之前，大約仲兩三米都見到有個大特寫，都見到你有個好勝利嘅微笑。其實你可唔可以形容下而家心情？好興奮啦，好覺得好神奇啦。但係雖然初前都知係大熱門啦，咁其實都有啲壓力或者有啲期望，但係我都係盡量平常心啦。一入美國終點，我都唔敢話好大期望啲咩啦。咁但係依家終於贏到喺香港打一場，好開心，希望自己可以繼續成長。咁啊，北可黨今季初出嗰陣時候就已經跑到入嗰個位置啊！咁啊，賽前都正如你所講，好多馬迷都留意住啦。你花喺呢匹馬身上特別咗幾耐，同埋即係留意到呢匹馬咩特點咧？其實我就留意到呢一匹馬前速好快啦，佢亦都好中意放頭，佢中意自己一個喺前面咁樣走啦。同埋佢係一隻好大步、好大隻嘅馬啦。咁即係我覺得。賽前同偉達都即係有商量過，其實係爭冠，跟住俾佢自己可以去到自己一個 rhythm， 即係 travel 得好好咁樣，其實就已經係贏咗一半啦，係咯。咁啊，嚟到第三個賽馬咧，香港第三個賽馬拆騎贏馬，其實係心目中比你預期快開齋啊，定係反而有少少覺得都遲咗少少先可以贏第一場馬咧？我又唔敢講話比預期快定慢，即係其實只要我覺得每一場做好自己就 OK 咯。咁當然我嘅技術仲係相對上幼嫩啲啦。咁每次考完都有翻去同教練講，自己都有作出賽後檢討嘅。咁就係咯，只要係每場做到最好就已經係 OK 啦。在香港暫時上陣咗大概十幾場嘅賽事啦，有十幾場次啦。其實你覺得香港賽馬俾你嘅感受，點同你即係預期之前想象之中有冇啲咩出入，同埋你覺得啲咩即係獨特地方同真唔同？比我自己想象中其實差唔多嘅，因為始終我跑之前都有做好多功課啦，我亦都嘗試代入自己係跑。考緊嘅入面啦，咁其實同自己想象中係冇乜好大出入嘅，咁當然亦都需要時間去適應啦。咁同澳洲好唔同，就係澳洲個節奏就冇香港咁快咯，咁就都係咯，都用咗啲時間，同埋即係要做好多 imagination 嘅嘢去令到自己適應咯。有冇邊啲成員或者馬圈邊啲成員，或者馬圈邊啲成員係趁呢個機會想特別多謝咧？咁當然梗係要多謝校長陳校長啦，同埋教練高亞志啦。咁一路以嚟佢哋都好支持我，亦都即係俾好多機會我，同埋同我度過咗好多難關啦。咁當然要多謝偉達俾我咁好嘅機會我啦，亦都好多謝我師傅學賢。喺我哋 Pick Rise 嘅時候，其實佢同我一齊傾都有花好多時間去嘅，即係。即係要諗個突破先至去 pick 每一個 ride 嘅，咁一方面就係咯，大家配合得好好，咁亦都有一個好嘅 results 咯。有冇啲地方你發現即係跑咗呢三個賽馬之後，你覺得自己有好大進步空間可以改善啊，或者即係仲可以發揮更加好？我覺得所有方面都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。不過最主要係自己 calm down 咗落嚟先，即係個腦要清晰翻先。之後再慢慢去對於拆騎上嘅技術再去改進咯，唔該曬 B， 咁啊預祝你今季繼續有更加好嘅成績，唔該曬，多謝。